国电音派对 Creamfields 奶油田将于12月17日登台 Super Chill Events 提供。记者吴婉婷综合报道，英国电音派对 Creamfields 奶油田将于12月17日登台，一天八组百大及潮人气 DJ 轮番上阵，多重曲风一日满足。值得一提的是，美国 EDM 新偶像棉花糖 Marshmallow 此次将于 Creamfields 台湾2017担任压轴主秀，他今年获选进入百大 DJ 前十名的行列，也在美国商业杂志富比士 DJ 收入排行榜拿下第八位，人气极高。席琳娜佐与 DJ 棉花糖日前合作新单曲 Wolves， 翻摄自推特。棉花糖上月还与西洋流行小天后席琳娜合作新单曲 Wolves， 发行当日即登上多国 iTunes 排行榜冠军，该单曲更在美国流行音乐指标告示牌排行榜拿下两个电子音乐类别 Hot Dance Electronic Songs 和 Dance Electronic Digital Song Sales 双料冠军。该曲于 YouTube 发布至今两周，点击率也已逼近4500万次。英国电音派对 Creamfields 奶油田将于12月17日登台 Super Chill Events 提供。除了超人气 DJ 棉花糖外，台湾粉丝还能看到印裔美籍当红 DJ KSHMR 连续三年占据百大 DJ 排行榜的瑞典双人组合 Galantis Trance 曲风界的泰斗 Ellie。Creamfields 台湾2017早鸟票预售 VIP 票及20周年限量一般四人套票皆已全数售罄，目前仅剩预售一般票3400元热卖中，可在全台7L Fan Event 网站及便利生活站机台购买，详情可上 Creamfields 台湾脸书粉丝团查询。相关影音影片取自 YouTube， 如遭移除敬请见谅。